经常出去，也经常坐飞机，时差有点调不过来。上个周日半夜一点。上周日才回来。从西班牙回来。这回去待了多少天？回去待了三天。三天，一直是打比赛吗？不打比赛，就在学校。就在学校。就是训练。对，训练。这一次就看到了，更强的对手。上一次就是只是体验，没有真正的学习到的东西。就相当于这一次更正式一点。更正式。各种传球、转移，还有观察，主要就是这些。那里节奏更快，要求更高。这传接球就是让对手碰不到。平常训练中的对手就没那么多动作，比较就是容易一些，更容易过一些。觉得就是中后卫的视野跟前锋的视野不一样，中后卫的视野更大一些，然后呢，看到的东西也就越多，更理解场上的情况，然后呢，可以更早的发现空档，觉得这个位置对我来说还可以，非常好。中场吧。想踢中场。可以组织进攻。你现在喜欢组织进攻。感谢各个网友对我的支持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谢谢。你现在内心激动吗？还激动。也激动。